帝君是不是烧错东西了？没有啊，里面都是破损之物。帝君，帝君，这身旧衣该如何处置？都损坏了，不如送去焚渊炉烧了吧。去吧。是。要不请为天医来看看？帝君的伤势情发，怕是不好让人看见。那该如何？帝君先例四散。 这几日，好生看护帝君，抱寒之后切莫沾染炎火之气，否则精气错纵，轻则昏睡百年，重则灵碎命运，凶险万分，务必当心。是，是，多谢帝尊出手相救。无来过之事，不必告诉帝君了。 帝君，你是不是烧错东西了？没有啊，里面都是破损之物。帝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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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帝君呢？帝君，听，挑起焚渊炉里了。帝君，不可以沾染炎火。帝君，不可。焚渊炉的火是不可熄灭的。 帝君，精气溃库，元灵聚散。帝君，您方才好不容易才恢复一些仙力，这如今，帝君，跟我们回宫吧。我去请天医。不必，我现在遭受的，那是我自己该还的。延续天宫。 天界人心向往，于我而言，那不过是牢笼一座。我活了这万千年，从未有过这么开心的回忆。从今日起，我自请离宫。 再不是亲历帝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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